等一下，等一下，别动，别动。感觉怎么样？哇，刚才太紧张了，跳下来说。OK， 好的，那就是我答应你们的，可以去跳伞。其实那个过程是很吓人，尤其是我是有恐高的，但是因为我知道那边有一个摄像师，然后就装的好像没什么感觉，其实我是很怕的。OK， 这段时间呢，我更新的有点慢啊。OK， 不，希望你们不要介意啊，因为事情比较多，自己的事情也很多，然后晚上也没什么睡觉，因为挺多东西要忙的，但是我会尽快多一点更新，好吗？那我们就废话少说吧，我们进入今天的教学哟。OK， 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要学网前技术。OK，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知道网前技术有哪些。OK， 有挡网，有搓球，有勾球，有挑直线，有挑对角，有推直线，有推对角，然后也有扑球。OK， 好。在打单打、双打、混双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用到这些技术的。好，然后呢，每一个技术呢都有它的功能。OK， 那比方说搓球，搓球呢就是一个挡网球，但是呢，我不是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挡一个网球球，我带上了一点切球动作，导致这个球转。这样子的话呢，对方即使他可以接到球，他一打的时候，这个球会立马进网袋。要不然就是他一挑的话呢，他会挑个半场球，因为呢球一直在转，他很难挑个底线球，我就可以立马去杀球。要不然就是他一挑就立马出界。那如果他选择要挡网的话呢，这个球也是没那么好挡，因为这个球一直在转，他找不到球头。OK， 那要是如果是勾球呢，勾球很简单，我引我对方跑直线，突然间我勾个球让他跑错方向，那他就接不到了。 OK， 只说这两个技术呢，其实就很适合你们打混双的这个女孩站网前，对吧？你们每次站网前，你们就只会像挡网挡网挡网，要不然就是只想着要压，不一定的，他挡网的时候，要是如果你会一个很好的搓球，你一搓的时候他就挑个半场球了，你就打单就可以杀了，还是你可以引他跑直线，突然你勾个球，你也是可以。所以这些技术太好用了，明白吗？然后挑球，挑球那就很简单了啊。比方说你已经很被动了啊，对方很主动，你就挑一个又高又到位的球，立马你就可以回位，你就没有那么被动了。他打下一个球你都能接到，然后对方也没那么好进攻了。哎，那如果是推球呢？推球就是如果你推一个很好的球，他就立马很被动，很难受。那他回一个网前球，回的不是很好的话，你就可以用上你的扑球的技术，你就可以得分了。OK， 好，那我现在先
示范一次给你们看。今天呢，我们要先学的是反拍的搓球动作。哎，像我刚才说的，搓球就是我们在往前挡个网球，但是这个球不是很普通这样挡过去，而我们会带上一些切球的动作，导致这个球乱转。这样子的话，对方呢就很难回。为什么呢？乱转的话呢，这个球头就一直在乱转嘛，那个球毛一直这样转，球头也是不固定的啊，它不是这样子直接掉下来，它会乱转。这样子的话呢，对方很难找球头，很难打。因为我们打球是这样子的，我们要碰到球头，球才会飞过去的。OK，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现在你知道了。好，搓球呢有两种 ，OK， 不管是反拍或者正手啊。虽然说我们先学反拍，但不管反拍或者是正手，都是这两种。一个就是展搓。一个是切磋，展搓呢，就是说如果在反拍的话，它就是往外展开，它是往左边去，球在外面，我展开。那如果是切磋的话，就是你会从这边往内切。OK， 一个是往左边去，一个是往右边去。好，我们先说切磋。切磋呢，基本上呢，如果这个球在你身前面，你就可以切磋，或它可能在右边点，它可以怎么，你可以这么做。哎，因为你是往右边切嘛 ，OK， 不管这个球贴网或稍微远一点点，你都可以选择用切磋。好，但是如果太远的话，过了这白线就没办法了。你就只可以挡网了 ，OK， 就很难做个搓球动作了。基本上搓球动作呢都是离网比较近的，你才可以做个旋转的球 ，OK。那如果是展搓呢，基本上展搓就是如果在靠外，就靠你左边的，也就是说如果站中间我启动，它可能挡个网球就挡去我的左边，哎，我往外跑，哎，我到了球在我外面，我就可以做个展搓动作。哎，基本上呢，展搓呢，不只是它要靠外，同时它是比较贴网的。如果太远的话呢，你就很难做个展搓动作了。OK， 太远的话，基本上你就可以挡网。要不然，如果 OK， 你到了一定的水平，你还是可以做个假动作切球的。哎，这个我们后面才学。好，现在呢，我们先学展搓。这个展搓动作呢，严格来说呢，基本上呢，只有在单打的时候呢，我们会多用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展搓动作呢，一展搓的时候呢，这球会比较高一点，它会转，但它会比较高一点，它会比较高一点，但是它很贴网。单打你可以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你单打的时候呢，你的对方基本上会站中间的，你搓一个高点的球呢，
他没办法直接扑的，除非他站在网前，对不对？你出一个高点的，他扑不了。他往前跑的时候呢，基本上球都已经掉了，而且球特别贴网，而且特别转。在打双打的时候会比较少 ，OK？ 为什么呢？因为后面有一个人，前面也有一个人，对不对？你去做个展出，他站这边，他伸手就可以扑你了 ，OK？ 好，这个是严格来说啊，在专业的一个羽毛球界，基本上单打我们才会多用一点斩错，双打比较少，像双打我们都会用切错，不管是外面还是里面我们都会用切错 ，OK？ 好，但是呢在业余界里面呢是可以用的 ，OK？ 只要你的对方呢没有是不是很厉害啊，水平不是很高，不会直接扑你，你还是可以做的。你做出来的时候，他只要没有第一时间扑你，球一旦一过网，然后降到网带那个高度的时候，基本上你就安全的了 ，OK？ 他就没办法扑的了，明白吗？好，那我先示范一下斩搓怎么做。一个好的搓球呢，不只是要这个球转得很快，更重要就是它要一直转，转到地面还在转，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龙卷风搓球。你的搓球要是如果刚搓的时候开始会转，但是一过网带的时候它就不怎么转了呢，这个搓球就不太好了，而且就很容易解了。好的，你要学这个技术呢，好，你至少呢要先会步法。OK， 你一定要会上网的这个步伐。OK， 要是如果你不会的话，你至少要会做一个弓箭步，你至少要会这个动作。OK， 要是如果你不会这个动作的话呢，你就学不了这个手上动作的了。OK， 很简单，要是如果你都跑不到位，你要怎么做这个搓球动作呢？一样的，要是如果你都不会做后场动作，你不会做这个确认步，你不会脚下这个动作，你要怎么去杀球呢？你都跑不到位，你要怎么去做高远球劈掉之类的呢？明白吗 ？OK， 所谓就是七分脚，三分手，对不对？你要是如果打球都跑不到位，更别说技术了。所以要是如果你不会这步伐的话呢，我建议你去看这个步伐的网课 ，OK， 有很仔细的说。好，刚才呢，你看我示范的时候呢，我会从这边开始，然后我会上网搓，然后我会推到这边，然后我再继续的上网搓球。好，我要先说呢，就是基本上所有专业球员，我们练网前技术的时候，我们都会这么练。OK， 我们会站这边开始，然后我们会去搓，我们会推，我们在这边继续启动去搓，或者有些人他们就直接站这边，他们就练这个技术而已。OK， 好，为什么我要提出这一点呢？因为呢，原来呢我发过一个视频 ，OK， 就是好像是我练球的视频，还是有些专学，他们说，哎呦，你抢那么高，怎么可能打比赛？怎么可能抢那么高？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能够抢那么高，我当网就死了，我还学什么搓球？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我能抢那么高，我扑不就得了吗？不就可以得分了吗？好，错啊。OK， 首先呢，你以为抢这么高很难做到吗？其实抢这么高呢，经常可以做到的。我举一个例子啊，说你打双打，你在这边，别人挡个网前球。其实如果你会启动步伐的话，哎，太容易抢这么高点了，而且呢你要上去扑他就行。好，为什么你做不到呢？这就是跟你的步伐有关了。如果你步伐不会的话呢，你肯定抢不了那么高点的。 OK， 这是第一点啊。好，第二点，为什么我们练球的时候我们会习惯抢这个高度呢？原因就在这边，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在这个高度去做不同技术。为什么呢？因为呢，只要你有步伐，我刚才说的，你很容易跑到这边的。好，但是如果你不习惯在这个高点这个高度做技术的话呢，就算你能够跑这么快的话，你都不会抢高点打的，你会在下面打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高度接球呢，你压根就没有别的技术会做。到最后呢，你会看像你们打双打，对吧？啊，你们在这边，别人挡个网球在这边，到最后你们不会这么去搓，因为你们就不会这个技术啊，你们也没有这习惯抢高点，你们会怎样？你们到最后你们就会跳，要不然就是等它掉下来这样挡嘛，对不对？你说抢不到吗？抢得到，但为什么你们不会去抢呢？因为你身体就跟你说，哎，我就没有这个上面的技术，我抢来干嘛？到最后你整个身体就会控制你的速度，控制你一切，让你在下面打球，能明白吗 ？OK， 好。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我能抢那么高，我挡网就是没有。我刚刚说了 ，OK， 我一旦我有步伐的话呢，比方说我推他，我回来，他打过渡的时候过渡不是很快，我只要有步伐，我一启动我就会
我就可以做这技术了，对不对？好，我有这个步法能够抢那么高，他也是有步法的啊。OK， 你要是如果去上去挡网的话，哎，他站好来，他即使站在底线，他一启动，他步法一对的话，他上来直接可以勾你，直接可以推你，你就特别被动了。懂吗？所以我们抢这么高点，我们要有搓球，要会勾球这些，即使是我们有这些技术，我们都未必可以直接得分，明白吗？ OK， 好，第三点是什么？我要抢那么高我就扑就行了，你确定吗？这个球这样子的话呢，你抢那么高，我跟你说你扑不下去了，你只可以打一个平球。什么时候可以扑？如果说他站在往前可以了，他站在往前，他打这么高，你这样打，这个球不用下去，这个球是凭着水飞过去吗？但是因为过他，他站往前，过他他接不到。但是打单打的时候，这个人会站在中间，对不对？你这样子的话，比方说我推他，他做个过渡，我抢这么高啊 ，OK， 不是很贴网？这么高，因为他过度吗？他没有挡网，他打一个比较远的球。我这么压的话，这个球不可以直接往下走，要不然会下网的。这个球只可以平着飞，他很容易接的。你想一下，他站在底线，他过度完后，他站中间，你打一个平的，他这样子打回来了。之所以这样子，你会看到专业球员呢，这就算呢，他们有那么高的球，不是很贴网啊，贴网可以。一旦远点，正常别人站后场打网前球，不会说打得很贴网的，都会在这边，这边都是比较算是很贴网的了。他们会怎样？他们即使抢那么高，他们都不会压，他们会做一个挡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这么压的话呢，其实他们接过来，对方接过来 的那个几率很高，而且我这样压的话，他一反打我，我就很难受了。到最后他们宁愿做一个假动作，挺这样子更容易得分。OK， 我没有说他们不扑，他们会扑，只不过呢不是像你们说的抢那么高我一扑就是没有的。 OK， 我要先把这个说出来，因为要不然的话呢，你们有这些疑问的话你们就学不下去了。 OK， 当然呢更重要就是我们练往前技术的时候呢，我们在练这个手上动作，我们在练这个节奏，所以我们会注重在往前，我们会站前面一点点。 OK， 当然如果你看步法的网课的话，你知道当我们搓完球我们是不会退那么多的。你看这些国际球员，他们搓球基本上他们都会站这边，他们也不会退太多的。OK， 因为如果别人挑球他们会步伐很容易退后场的。OK， 所以现在你们明白了，现在我就教你们怎么做一个展搓技术。OK， 好了，那这个搓球到底是怎么做的呢？像你刚才看的，我是从球在这边，我是从里面拍面这样子是平的往外这么加速，它就开始转的了。OK， 你看我刚才打的时候呢，我不是球头这样子往下飞，球这样子往下飞，我这样子往上碰，我不是这样子碰的，对不对？我是球这样下来拍面平，我会这样子加速的往外切，这样子它就会摩擦到球头，它这个球就会开始转的了，明白吗？好，那是不是这样子做它就会转呢？不是啊。 OK， 这样子呢只不过跟你说它的动作啊，它的重要点在这边，它重要点就在于你能不能贴着球摩擦。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呢，如果这个球在这边，我离球很远，我就开始做这个加速。OK， 到最后呢，我跟你说这个球会飘，而且它不会什么转的。我太早做的时候，离我的拍太远，我的这个空间掌握的不好，我太早就开始加速，对吧？你看球一定会飘的，我不管怎么加速的好，它一定会飘得很高的，因为它的力度太大了，懂吗？要不然就是球碰到了我才转，这个也是一样。 OK， 这个碰到的时候你才做的话呢，这个后面这个就白做了，到最后你是碰到了球已经往上飞了你才要加速，没有用了。你看它不会什么，它不会转的，懂吗？你要做的就是呢，球到了应该打的高度的时候你刚好在里面，你要加速的时候呢，你在加速的过程中刚刚好可以摸到他的球头，刚刚好可以摩擦他的球头，然后顺着这样子往外，球就
赚的了。OK， 这就是那个重要点。因为我跟你说，很多人都能够理解哦，搓球嘛，就像切嘛，对吧？但是为什么他们做不好？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到底怎么去掌握这个空间，到底怎么掌握这个节奏。哎，有时太早，有时太晚，大部分时间就是太早，然后球乱飘，球会出界等等的。OK， 今天我就跟你们说到底是怎么去调整这个节奏的。好，还没有教你们握拍之前，我先要示范一次，大部分人是怎么做的。OK 啊，我们经常会看到别人怎么做呢？除了太早发力啊，就是球还没有到我就发力啊，这样子啊，太早啊，球就变得很高，然后它又不怎么转。哎，除了这个时间不对的，我们经常会看到什么样的方法？就是很多人会伸直这样子，好像插一个人一样，对不对？那他们会这样子往前去。好，这样子往前去呢，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往前去呢，他，你这样站着的时候，他可以转的还可以啊，但是他会特别远。OK， 这是我没有在动。你想一下，如果我从中间往前跑，这样做的时候呢，这个球只要稍微时间不准点，这个球就不只会飘，而且会特别远的，懂吗？你在往前跑，然后你还往前这样插，我想这球很容易搓得很远，搓得很远，它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搓球。你再怎么转的好，搓那么远，我是真的碰球就过你了，懂吗？这是第一种。好，第二种是什么呢？你会看很多人，他们说这样子握拍，拇指顶在宽面，好像扑球一样这个动作，然后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会这样子做，往下，然后往上，然后还反拍，对吧？你会看很多人这么教，对吧？有这个反拍的这个动作啊，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他们整个肩肘也在动了，看到没有？啊，这动作特别大，你看，对不对？然后这样子架拍，然后好，好，你发现到吗？这个球老是会往左边去，老是会出界的。我相信如果你们有在做的话，你们也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做的时候就会出界，对吧？他们到最后他们跟你说什么？哦，你这个拍面翻多一点，他就往内了，对吧？很多人会这样子，翻多一点。但问题是，你这个动作太大了，你这样站着没有动，你可以做到？你再跑起来，你觉得有可能吗？不可能。你在跑起来的时候呢，你这么大动作，这个球就飘了，懂吗？因为像我们在说搓球，我们的重要点是在要很准确的能够刚刚好摩擦球，然后加速，它不可以有多余太多多余动作的，要不然它很容易飘，很容易出界等等的。我相信你们如果有在做的话，你们也明白。而且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呢，你会发现你的手伸不直，你伸直就很僵，你要弯点。你这样子弯的话呢，你这样子缩着的话呢，你在跑去前面你要抢高点，你抢不到的，因为你的距离太短了。所以到最后，如果你是养成这个习惯的话，你发现到，哎，我每次我在练球的时候我还可以搓球，但我一跑起来我一个球都搓不到，我根本就抢不到点。肯定啊，你这样说着啊，你也说如果我做的话我会这样子的，我这个方法我还是可以转的。但是如果你们这样握拍的话，你们就比较难了。哎，然后下一个什么，这样子握拍一样，但是他们说空间大一点，这样子的话你还可以伸直点，然后你就用手指，你不用动这边，不用太大动作啊，去动手指。好，这样子呢，这个动作呢也是挺大的，而且你用手指的话呢，它很容易发力，一发力的话球就会飘了，你看，对不对啊？我再做轻点啊，做轻点啊，这样子的话呢球很容易打到啊。你这样用手指的话其实挺难控制的。哎，你要明白啊，我现在没有站着，我没有在动，我没有在晃，我等球我看得很准，我这么做的话球就这样子的话，你想一下，如果我往前跑，哇，这往前跑就很不得了了。我往前跑着我这个速度，来，有人看，不只是呢我很难对上这个时间，另外一点呢，我会很容易打到球，落跑，看到吗？它就特别重了，很难做的。OK， 如果你们有在用这个方法，你们自己知道我在说什么的，懂吗 ？OK， 而我今天要教你们的方法呢，我先示范一次给你们看，就是不是这样子缩着的，是往前伸的。而且你看我做这个切球动作呢，我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幅度，没有那么大的动作，就是这样子的。OK， 你看，而且这时间很准的，看到没有？我就放松，看到吗？球又转，又贴网。OK， 今天我要教你们这个又简单又有效又很容易搓到球又可以拿到距离的一个搓球方法。哎，那我先教你们怎么握拍。OK， 好的，这个握拍呢是怎么做？好，有两种方法可以握拍。OK， 我们不这么握拍，我们不握在拇指顶在宽面这样子，我们不这么做。
对，因为这样子，像我说的，你看我这样伸直手，对吧？拍是朝这边的，我很难伸直的，很难的。OK， 我要能够这样子的。好，这个握法是怎样的？你看，如果是正手是这样子，对吧？很简单，我把我拇指往这边夹着，然后食指往下一点。也就是说呢，它类似于是这样子，这样子 ，OK， 类似于有这个感觉，这样子。然后这个球拍呢，不要那么贴，往内往外握点，就是靠外一点，这样子握。你可以伸直的，看到没有？它就有这个感觉的，看到吗？就是这样子，空间很大的，然后这个放外面一点，它不在这边，它会靠外一点，这样子握，你就可以做到这个动作了。OK， 这是第一种方法，你看到吗？我伸直的时候，球拍也是朝前的。OK， 然后我不会很别扭，我会很放松的。OK， 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我这样子握拍，我把我拇指放在斜棱，然后一样的，我这个拍柄会往外放一点点，然后拇指握在斜棱，这样子我还是可以伸直。OK， 看 ，OK， 明白吗？好，现在我们已经说了怎么握拍啦，我们这个搓球这个动作呢，是怎么做呢？我先说第一种握法，我们这样子握法啊 ，OK， 这样子啊。我这样伸的时候呢，我不会是这样子直的，看到吗？我这手腕不会往上摆的，它会有点放松的，看到没有？拍面，你看球拍呢，是有点头会有点朝下的，啊，很正常啊。为什么呢？因为球这样掉的时候呢，我一定要拍面有点斜啊。这样子我这样子往这边去的时候呢，它不只是会转，它会往前转，这样正好它会过往，同时它会转，明白没有？我不可以这样子，我这样子的话你会发现到呢，我这个手是平的，你会发现到拍面是有点朝后的。如果这样转的话呢，球会往后飞的。我一定要有点手腕这样子握着，我会有点放松一点，一点点手腕放松就可以了，放松下来，哎，很自然的，可以吗？就有一点点这个感觉。如果我用手的话，有点这个感觉，这个感觉，它不是这样子的，它是有点这个感觉。OK， 然后呢，到这边呢很简单，你就是往这边去，往这边去的时候呢，往这边去的时候呢，你这边会下来，这边会上来。看到吗？它会有这个感觉，然后这样子走，就有点这个感觉。OK， 好像我在放松甩我的手腕一样，这个感觉。OK， 我拍，就这样子。OK， 如果你不会的话，你可以用手指和拇指，你可以用食指和拇指这样子去握着球拍，这样动就可以了。OK， 没有这样子啊，没有那么大动作，就是这样放松，这样平行的。OK， 然后呢，尽量呢，这个拍不要在你胸口这边，尽量呢是在你的眼前或鼻子这边这个高度。OK， 好，这个高度呢是有原因的啊。OK， 好，我为了节省时间啊 ，OK， 我就不会跟你说太多，因为身体的结构，因为这是帮助你的稳定性还有发力的。哎，但是我这边我先不解释，好吗？但是现在你们就这么做行了，放到你们的鼻子或眼前就 OK 了，这个高度。OK。好，这样子。当你握拍的时候呢，这个球拍呢，不会说是完完全这样子直的，它一定会有点往这边去的。它不是这样子，它是前左方这样子。OK， 看一下啊，它不是这样子，它也不是这样子平，它是前左方这样子。正好我往外那边去，我这样子转就可以了。OK， 有点朝下的，朝下一点就好，不用太多啊。好吗？那如果你是用拇指握在斜棱，也是一样。OK， 一个是这样子，一个是这样子，另外一个是这样子，食指和拇指这样子动。哎，两个都尽量在你的眼前，好吗 ？OK， 这边我先快说一下，一定会有人问的。哇，我要抬这么高才可以搓，那如果低一点，我不是搓不了的。不是啊，再低一点呢，我们不把我们的手放下来 ，OK， 因为你放下来的话，其实是一个不能搓球的一个点。我这样放那么低的话，你看拍都是这样子斜着了。我这样做的话，球是平着飞，它会打网，要不就飞得很远的啊。然后我也不可以这样子，很奇怪的，这样子很僵了，整个人怎么做不可能的。所以球低一点，我在这个高度嘛，我说这个高度最好搓球吗？对吧？低一点的话呢，我会降低我重心，我会这么搓。
懂吗？如果再低一点的话呢，它就不是一个很好搓球的点了，它就变成一个单网，还是它就有不同方法了，懂吗？但是今天我们先学这种正常高度去做的一个展搓动作。OK， 好，那现在我就跟你说呢，我们击球的时候呢，是在球的哪个点应该开始做这个切球动作。OK， 好像你会了这个动作是吧？好，现在我就跟你说我们是怎么去做的。好，比方说呢，球离你球拍已经快要接近球拍了， OK， 不可以那么近，也不可以那么远。那么远的话，你做，你看我做完的时候呢，我可能还没有碰到球。我在做的过程中呢，我可能做完了球才掉这边，不可以啊，我也不可以太近，太近的话，我刚要做它就碰到我的球拍了，它就变成一个打了，懂吗？因为我要创造足够速度的时候才刚好摩擦球头。OK， 所以这动作是怎样？球在这边的话呢，比方说这个高度吧，啊，这个高度到了，到了这边呢，我手腕会朝下这样子，我会从右边，然后往内这样搓。OK， 好，现在呢这个球没有转，因为有一个绳子啊，但是是这样子啊。OK， 你不可以这样子，它就变成一个打。OK， 你要刚刚好接近球，朝这边，然后这样转就可以了。这样子转。OK， 你看如果我这样放平很难做的。很难做的。你看如果我拍面这样子朝下一点，哎，就很好做。你看啊，抬上来。放松。往右边一点点。我往外去我就转。OK， 球会在我左边一点。我这样子去转。OK， 再来看一次。看到没有？再来。这球有点高哦，放的。OK。这个高度正好。OK。就是要刚刚好摩擦到。OK， 明白啊，我们会从里面放松往外这么搓，就这样做这个动作就。OK 的了。好，是不是说我这么做球就会转呢？不是。 OK， 可能如果我站在网前你扔球我可以，因为我站着我等球，因为我可以像我说的搓球到最后重点是什么，就是我这动作全部做 OK 了，对吧？就是这个节奏位，就是这个时间，这个是最难掌握的。 OK， 但是如果你站在网前的话，等他扔球，你看好了，这么做是可以的。OK， 就算是你没有用这个握法，你这样子握法，这样子握拍啊，你这样子看着球，这样些他都会转的。好，但是为什么我们在打比赛的时候我们这么做呢？因为呢，如果你在打比赛，你在抛球的时候，你根本就做不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你在移动，然后球在掉，然后有太多因素了。哇，你跑的速度怎么样？然后呢，你到位的时候是否真的是刚刚好？这些。就很难去控制了，对不对啊？即使是我刚刚教你这个动作，我跟你说你这样跑起来的时候，我跟你说这球也是飘的，我百分百跟你说肯定会飘的。好，那这个有没有一个秘诀呢？怎么去解决呢？啊，为什么有些人就是搓得特别好？为什么有些人他站在网前啊？我知道有些即使是专业队啊，他们站在网前他们练轻技术的时候，哇，搓得很好。OK， 就在练轻技术的时候啊，就是练这搓球动作啊，就这样子很好啊，搭档扔一个他们这么搓没有问题，但他们一打起来在打比赛的时候搓不出来了。那到底问题在哪里呢？是因为他们这个练的不够，不是他们练的很够了，就是因为他们在跑起来的时候呢，他们很难掌握好这个空间。 OK， 好的，你看很多人训练的时候呢，他们站这边他们没有动，对吧？他们可以做得很好的，对不对？看啊，还是如果我用一个很奇怪的握法了啊，我就这样子握拍了啊，很奇怪的样子，我这它都会转的，看到没有？看，因为我很容易去掌握好这个时间，但是如果我一跑起来就不可能了。你看 ，OK， 我用这个方法 ，OK， 你们每次用的这个方法 ，OK， 我再跑起来，看到吗？球就很远，特别飘，这就是你们经常会发生的，对不对？你看我做的时候，而且它声音是打过去的，这冰冰冰打过去的，它不是一个过去的，对不对？好，说刚才我教你的这个方法 ，OK？ 你看很多人他们做的时候，他们会有这个情况，哎，特别高，为什么？他们讲，哎，为什么那么高？啊，这个我都算是控制好我速度，如果跑快点，我跟你说这个球很夸张的。好，那。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因为当你跑起来的时候，再加上在手上动作的时候呢，它就变成力量太大了，你手上太大动作了，明白吗？你很难去掌握好这个时间，你就很难做到一个很清洁的一个搓球了。OK， 你就很难说刚刚好摩擦到球头，你会变成太多手上太多动作的话，它就变成一个打了。那怎么办？我学搓球就这么学啊，对啊，我不做这个动作，我到底怎么搓呢？好，现在我就跟你们说那个秘诀，我给你们看一个示范，你们就明白到底是怎么做的了。看啊，刚才我们说嘛，就由于我手上动作太大，导致这个球会乱飘，而且很难控制，对吧？因为我跑上去有速度，很难做。那你看这个示范呢，我手就不动，我放着。OK， 它扔过来，然后你不要在乎我的脚，我就像放着我的眼睛对着我的球拍去瞄球，然后它扔过来，你看我做什么？你看，我再给你看这个示范。我就往外跑，看到没有？我拍，我就这样子走，球就转了，对不对？再做一次给你看。哎，我就抬上来，我就不在乎，我就瞄好球，哎，球就转了，而且转得很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呢，其实你的人的速度更重要，而且更容易控制球，懂吗？你们不要一直想着去用你们手。去，因为你们的手就是这么长而已，你再怎么舒展的好呢，这个手都是有限的，而且你舒展的越多，你的拍就会越大了。哎，我如果手不怎么动，就动那么一点，但是我靠我的速度去呢，同样啊，我还是有这个切球的这个速度，对不对？看，明白吗？当你们在跑起来，再加上这个手上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人有速度一个力量，再加上手又有速度第二个力量，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力量的一个搓球，它就变得很高啊，然后它就很容易变成打了，很难做一个切球了，懂吗？好，那刚才我是这样跑吗？那如果做步伐的时候是怎么做？如果我带上步伐应该是怎么做啊？你看一下。 OK， 好，你看这个球啊，好，刚才我是这样瞄好球，我这样跑对着接近球的时候我加速，它就转了吗？现在如果我打球，我肯定不可以这样做，对不对啊？如果我这么做的话，我这样子做，我搓完了他打回来谁接，没有人接了，对吧？如果我要带上步伐，我应该会怎样？我会是瞄好球，我比方说我先做一个交叉走吧，左脚在前面，我瞄好球，我在抬我的右腿的时候呢，我左脚去发力往前去，发力往前去的时候呢，我碰到球的时候我的脚不会碰地线，我刚好左脚发力往前的速度做完后摩擦到了我的脚才落地，看一次，他就是左腿往前去发力，在发力刚一发力的时候，我的手就要接近这球了，一发力你看到吗？我一做完的时候我的右腿在落地，这样子正好我拍面没有什么动，刚好可以很干净的摩擦球头，同时我有往前去的速度。 OK， 那要是如果并步呢，也是一样的，看我如果做并步的话，我是 OK， 左腿进来抬上来，我左腿一发力的时候我就要放好往前去做这个动作了，我手不用什么动，我瞄好球一切到球才落地，这个球肯定会转的。好，这边我强调一下啊，你是架拍，你左腿进来的时候呢，你的手会往这边收，它会立上来吗？这手腕会上来吗？所以还会往这边去收回来，球会在这边。 OK， 你会接近球。好，你左腿发力的时候呢，你这个才会在他的球的旁边这边准备做这动作。 OK， 所以是左脚一发力，然后这个手就做，这个一做的时候，一加速的时候，你右腿就可以落地了。 OK， 不要是左脚踏地你手做了才迈腿，不要这样子，然后也不要说搓完后你的右腿还在空中太久，没有啊，你算是一搓你的右脚就落地就 OK 了，所以是左腿进来你就架好来，球在这边你就瞄好，在旁边瞄好球准备了。 OK， 你左腿一发力的时候，这一刹那你的手就开始往这边做这个动作，一做完就落地，所以真的这是那个节奏啊。我左腿在做工作，我手上这样往这边去，它一定转得很好。我再示范给你看，你会看到我不是落地后没有速度了然后我才做，你看我不是这样子，我不是的，我会靠我的腿，你看我会接近球的时候我腿左腿会弯，我一切到球的时候我的右腿才落地的，而且我落地的时候我不是这样子啊，我落地的时候
我膝盖还会弯，所以我的人还在往前去，所以我这个速度还在连贯的走。看，这球多转，能理解吗？然后我换一个角度给你们看。OK， 好的，你们从这边看啊，你看啊，我一定是这样放松，手腕还是一样啊，我不会是这样子，我会稍微朝下一点，正好扔球扔过来的时候，你看如果不动，然后放着，看吗？球正好还是会往前去的。那我只要是从右边这样子往这边去，它就会做一个转的一个效果了。然后我靠我的腿啊，我左腿一定要发力啊，重心就在这个，就重点在这边，我冰，我这个就要发力，一发力我就做一个弓箭步，我这个会发力，然后戳到了我才落地，才落地啊，我往这边去了，摩擦到去了，我的右腿才落地的，可以看，看到没有？站好，左腿一发力，擦就可以了，进一步并站好，没好球，我左腿一发力，擦，摸到球后我才落地。我跟你说，你的速度又好，你这个手又稳，不会什么乱乱的很奇怪动作啊，如果你这样子做，你看它就会飘了，看到没有啊？这是你们学的吗？对吧？然后这个球就好像打去哪里，可以能理解吗？ OK， 所以这动作其实并不难。OK， 我把这撅几个球做完它，放松，你看这球多转，不用什么动啊，全都是靠我的腿。OK， 好，你们可能会问，我抢那么高，那如果低一点呢？低一点我是不是怎么做 ？OK， 好的，我刚才说了，我们一定会手抬高一点，然后这个球拍在我的眼前这边，正好我的拍面可以朝下一点，而且这高度是对的。OK， 我刚才有说了，我们抬那么高呢是有原因的，可以因为身体的结构，然后就是它有它原因，为什么这个点呢是最好搓，而且是最好发力，而且是最稳的。我在不够时间，我不会在这边解释，我会在完整版解释。哎，但是呢，你抬这么高呢，我跟你说，它是很容易做出一个横转球。好，那你可能说，如果球低一点，我要怎么搓？我这样子，这样搓吗？不可以啊！你这样搓的话，你看拍面就朝下，它就很容易，就很难过网了。那我会这样，我还是抬那么高，但是我现在我会把来是抢这么高，现在如果球在这边，我会重心放低一点，一样。OK， 你看我手呢，把抬得越高，我的越稳。为什么？因为我拍面它越平，它越会往上。这球不只是会转，它刚好它会往上，刚好它会过网，懂吗？如果你这样子的话，这球那么低，你一戳，我跟你说，这个球是打网的。OK， 我示范给你看，你就明白了。你看一下，刚才我说第一个，我抢那么高，我抬那么高，对吧？好，高球我是这样子，啊，什么也不用想，我这样子就戳了。好，如果低一点球呢，我不是放下来，我不是这样子来，哼。看到吗？球特别远，很难戳的。我会怎样？我会抬那么高，我重心会放低一点。我往前去的时候，我现在我可以加上一点手的力量了，我可以做多一点了啊，因为这个动作会导致球高吗？对吧？正好我那么低，我一做的时候，我又有速度，它就会转了。看到没有？啊，放松。OK， 放松手腕，能理解吗 ？OK， 高点低点在这边。OK， 不要这样子啊，这样子它就会下网，一定要在你的头上，正好拍面做完后拍面还是平的。你一放低一点，你做完后拍面是朝下的，它就会不过网了。OK， 当然呢，再低一点它还有别的方法，边一点它也有别的方法。OK， 但是这个反正我就是要教你们这个展戳的这个原理，让你们可以好好的练。反正这就是一个简单版。OK，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足够你们用上的了。所以你们在打混双啊，还是打双打？那这女孩子在前面，刚好那个人放网，来一样的，在前面，哎，刚好就可以了，对吧？你看我站这边，哦，启动我一直，很好的。那你不用说每次就挡网而已，懂吗？你打混双，这女孩子，对不对？然后单打就更不用说了，单打刚好我站这边，对吧？我会推她，再打就，看到吗？我就伸手不用怎么动，我就靠我的腿，左腿发力，擦就可以了。再来一次，启动。左腿发力，多转。我的右腿不要先让它碰地，我站得越远，我左腿一发力，我右腿抬高点，我就会去得越久，戳到了我的右腿再落地。这个我像我说的，前面我已经说了，你一定要会步伐啊，不会步伐去看步伐的完整版，去看步伐的网课。OK， 怎么去完完很好的去做一个弓箭步，落地不会受伤。你这弓箭步做对了，你才可以加速。你弓箭步不对，听啊，如果你弓箭步不会做，你不会加速的。因为你知道，你身体知道了，哎，我落地我就站不稳，
他说我不会做空间步，我一直这样子。到最后你的人呢打习惯了，你不会加速，你加速不了的，你头脑会跟你说不要乱加速，因为你站不稳。到最后你久而久之你就不会加速了，你就会哦慢慢跑了，因为为了你要站稳啊。但一个人会做空间步，会做得很稳，会站得很稳，我很大胆的加速了，因为我可以站得很稳，我知道怎么去收力，我知道怎么去，没有问题。所以要是如果啊你不会空间步的话呢，我跟你说，所有网球你即使跑得再快，你的身体都会告诉你不要乱加速，因为你会站不稳。OK， 这个在这步法的网课我说的很仔细，懂吗 ？OK， 步法、空间步这些太重要了。你这个全部都会的话，我跟你讲，特别特别简单。OK， 好的，今天的教学就到此为止。OK， 好，这个技术呢还有很多重要点，就是你什么时候该舒展啊，然后就是你的重心应该怎么调整啊，然后你的左手该做什么，你的右手该做什么，然后如果球太高太快，应该有别的方法搓的。好，这些呢我在这个网课我才教吧。啊，这个呢你们看了你们试着用应该可以用的。OK， 像我说的这个动作呢动作不可以太大，我们还是会做。但是我们不会做的那么夸张，太夸张的话，再加上你跑，这球会飘。OK， 这个你们去试一下。OK， 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做个很转很转的一个龙卷风搓球。然后步法的网课我又在更新了，还更新了一个后场反拍，所以谁没看赶紧去看。然后其他的我会继续的更新进去。然后吊球的网课，也快要出来了，好吗？那我们就先这样子吧，有什么问题在下面评论，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OK， 现在我们要去挑伞了，带了一个这个只要跳，它没有伞，它只花了一两百块，它就上去这样跳，不带伞。今天最后一天了，要吃什么你先跟我说啊。好，我送你一程。